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。今天要介绍这款游戏让我有一点害怕，因为它是那个高八度音，是八分音符。好，看来要开始了。八分音符这款游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，今天我们先来测试一下八分音符是什么样的游戏。好，这是调声音大小吗？嗨，哦哦哦，哎，啊，直接开始了是吗？直接开始了，好，再一次，哦，它会有很多广告，等一下哦，是要靠近一点，声音才会大一点。我，它真的开始走路了，我，好，好，好。真的高八度欸，哈哈哈，哈！现在连讲话都有点困难了，看可以飞多远，哈！欸，其实不会很难欸，嘿，嘿，这真的会吵到隔壁人欸，滑滑滑滑，只要跳过去吗？啊！哪一招啊？哇！来来来来来，嘿，嘿，嘿，哇，这嘴又朝隔壁了，哈，嘿，嘿，哈，跳死掉了，好难哦，这真的要高八度哎，天哪，这个真的旁边不能够住人哎，你住家里或旁边有家人之类，绝对会被骂。绝对会被骂的游戏，再挑战一次。它好快又开始哦，它直接进 menu 以后就直接开始哎。这款游戏哇，好，是一个我觉得你今天如果压力很大的话，这款游戏应该蛮适合的。好，我们再试一试。那请大家把声音开小声一点。要开始哦，啦啦啦啦啦，哇！啊！啦哈！冲！往前走，往前走，跳，跳！要选高一点，谁啊？啊！哈！来，我准备要飞了！啊！啊！一二三，冲！小短跳！哈！哈！哈！他高一点音，哈！哦哦哦，好危险！哈！啊！碰到上面也不行，244分，这很输压欸，还没有踩这款游戏的朋友，你们真的可以去玩看，特别是那种下班或下课的时候，你们可以玩看，就是，可是要等家里没有人在家的时候，不然会吓到人，真的会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。这个可能不能录太久了，会被讨厌。它这个就是死掉后就有广告，所以就是有点，主要是广告植入所的免费游戏，所以就完全不是不氪金的问题了。好，我们再试最后一次。那开始走吧，开始走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啊啊！好，准备跳啊！他往后退，为什么？嚯！嚯嚯嚯嚯嚯嚯嚯！圆角，嘿，就你声音要越高啊！难怪网上有一个高音啊啊，这种音啊啊，就会飞比较远哇！跳跃啊 ！fuck。没用，只有高音这么用，千万不要转太大声。如果你在网络上看这个直播，绝对会吓到人。我们在一个，我想用那种低一点的声音试试看，然后忽然拉高，看会飞比较远。我们来试试看，来啊，小蝌蚪，准备往前进，一二三，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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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跳，好，等一下啊、哦，
一二三，呜！哇，鬼龙狗叫游戏，呜！然后再啊啊啊！呜！一二三，跳！一二三，跳！一二三，耶耶耶！撞到也会死，好，我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撞到它也是会死掉的。216，我刚刚最高分是几分啊？啊，这是欢迎网友提供他的分，244分是我最高分，就是刚遇到碰到的东西，它原本是只有电脑版，最近终于出了手机版了，所以呢，八分音符，你声音有够高的话，就可以挑战一次了。我们再试一次，来，底下。这是怎样？这是怎样？这条是什么？啊！好、啊哦，差点死掉。一跳，一咕咚跳。哎，等等，跳，没有地图点，我就有点玩上手了。我们再试最后一次好了，不然真的大家会讨厌这种感觉，就是还蛮吵的，狂叫，这是狂叫就对了。最后一次哦，我认真玩了。一二三，哎，我成小声啊，跳！一二三，跳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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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是啊。哦 ，good， 这款游戏真的是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。因为之前看网络上有人玩，真的是大家玩得很开心。好，总之还没有玩的朋友呢，我下面一样提出那个载点，然后不要看到这影片后讨厌我，好不好？因为这种游戏它就是这样玩，它是用音乐音，就是声音越高，它飞越高。网络上用音乐，你们之后可以试试看音乐，放音乐的时候看到是可以飞很远很远。这个我今天就没有试了。那总之今天就直播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收看。好。然后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我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